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李老师。今天老师给你们带来什么故事呢？今天老师给你们讲蚕宝宝。蚕宝宝是什么呢？它又变成了什么？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蚕宝宝，一个一个白色的小点点，里面会钻出来什么呢？小蚂蚁吗？瓢虫、毛毛虫、小精灵。哦，是柔柔软软的蚕宝宝。蚕宝宝喜欢吃什么呢？喝牛奶吗？面包吗？苹果吗？青菜吗？都不对，蚕宝宝一生只喜欢一样东西，又新鲜又干净的桑叶。沙沙沙沙，沙沙沙沙，沙沙沙沙。蚕宝宝一天天长大，旧衣服撑破了，赶快脱去吧。我的新衣服漂亮吗？换了四次新衣服的蚕宝宝变成了这么大。它刚出生的时候啊，这么小。现在变成这么大，是它刚出生的8000倍。接下来，蚕宝宝会做什么呢？一直不停地吃桑叶，一动不动地睡大觉，在桑叶树上爬来爬去的玩吗？都不是，看，它开始吐出又长又亮的丝来，要为自己盖一间小房子啦。小房子什么样呢？像蜘蛛网吗？像小鸟窝吗？像我们住的房子吗？哦，像个鸽子蛋吗？像吗？它们的名字呀，叫蚕茧。蚕茧有白色的、黄色的，还有粉红色的。喂喂喂，这才是我的蛋。这才是鸽子蛋，哈哈！咦，蚕宝宝怎么不见了呢？原来呀，它变成了蛹，躲进蚕茧里面。它现在是这个样子。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？蛹就一直那样睡在蚕茧里，重新变成一条更大的蚕钻出来吗？变成小鸽子飞出来吗？耐心的等上2个星期吧，你会发现一只小蛾子从蚕茧里钻出来，它的身上湿漉漉的、皱皱的。很快，它就能飞起来了。蛾子的生命很短，它产下的小卵将延续它的生命。等到明年的春天，让我们用蚕叶和爱心来抚养这些小生命，好不好？我们刚刚看了什么是蚕宝宝，蚕宝宝变成了什么？对了，蚕宝宝变成了小飞蛾，对不对？那蚕宝宝吃什么呢？它吃苹果吗？不对，它只吃桑叶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再见。